婆，我们稻谷都要飙出来了。是啊，酸酸，外婆很辛苦的。外婆，我拔哪个呀？拔这个，这个不难吃的。哇，这个你看，这个不难吃的。外婆，天气晚了，我先回去摘菜了。摘青菜不要摘太小的吧。外婆，你平时想吃什么菜啊？我想吃肉糕啊，但是太贵了。爸爸，你要给我来点肉糕，我外婆喜欢吃的。好。大哥，谢谢老板娘，祝你生意兴隆。嗯，好的，走。外婆，你回来啦？是的，回来啦。你洗菜啊？是的，外婆，我把菜洗干净了。那我们煮饭吃吧，今天没有肉了吧？毛发后收，谁的也别少，带去人人人人再备好。欢迎进来，可以吃饭了。外婆，看起来这个菜不好看呢，吃菜。外婆，怎么感觉有点味道呢？是啊，有点味道啊。外婆，你等一下我。外婆，闭上眼睛哦。外婆，看，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肉糕。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我已宽大四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我回来了，哥哥弟弟。妈，你回来了。妈，你也回来啦。这么乖，你在看书啊？我看看你的作业。可以很乖很自觉的看书。去跟哥哥一起坐，我看着你们看书。诗轩，你这个错了，这个应该是六的，不是四的。哦，谢谢妈妈。记得我。嗯。哥哥，你写这个英文不错，虽然妈妈不懂，但是妈妈相信你。妈，现在下早点班了，多陪陪你们。作业也看完了，我带你们去散散步，好，看看远方，看看绿色的东西，对眼睛好。嗯，走吧。追不到哥哥了，追我吧。不要。那我追你。爸爸，你都没力气的，你跟我差劲。哎呦，你都围着我了，我都没地方跑了。哎。哦，你们打红球都能为我拿到那么差劲，你们两个一定要好好读书哦，知道吗？知道。你真的要少玩游戏了，讲真心话。你呢？少玩烟卡，知道没有？嗯。如果妈妈也像你一样整天在家里玩游戏，如果妈妈也像你一样整天在家里玩烟卡，那我们吃什么？谁来工作？外婆来煮。
哼，你想的倒是美哦，如果妈妈不去工作，谁给钱外婆买菜，对不对？我跟你们两个说，人生就像苦瓜炒牛肉一样。你们两个是先吃苦瓜还是先吃牛肉？我先吃苦瓜。我先吃牛肉，好吃。你先吃牛肉，后面剩下的都是苦瓜了哦。要像哥哥一样，哥哥的选择是对的，先吃苦瓜再吃牛肉。就像读书一样，你们两个一定要认真读书，不能敷衍的读书，不是为了应付我们大人，知道没有？知道。对你们的未来着想，先苦后甜，懂吗？懂。虽然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你们的必经之路，所以你们真的要认真读书，好好读书，知道没有？知道了。加油加油。外婆快点，已经到舅舅这里了。外婆都走不动了。舅舅舅舅，我和外婆来看你了。又舍得来看我啦，姐姐，我看你新开了个账号，你的账号里面的视频里有很多西瓜，我想吃。想吃啊？嗯，可以啊，亮叔，哎，走了。好，我带你们去摘大个的。那看到没有？那不是勇哥啊。勇哥，我要吃西瓜，我都流口水了。说说你想吃西瓜，小问题哦。快给我！这个熟了，说说。说这个有一个熟的，哇！哇，我要吃，我要吃。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没有机会。哦，那这个大的给你。嗯。甜不甜？嗯。舅舅拿两个回去给琪琪吃哦。哦，可以。和你曾记得我，我带来了灵界的消息。这些奶奶和外婆一样很辛苦，都是做农民的。是啊，他们都很辛苦的，太阳又大，要不要去拿点水给他们喝啊？好，我去。这里是片树林，后面有个山坡，山坡上的枣树，每当秋天到来，我们把枣装满口袋。爷爷奶奶，你们辛苦了，喝水。谢谢。谢谢。我还说过你的舒服，你的心情本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小弟。嗯。啊，谢谢你。那你辛苦了，喝水。谢谢你了。不用谢。你们两个在这里奇不奇怪？这两年当中学了很多东西，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从我不拍视频开始，一直的是在做这个农业。那你认真做好了事情，我也老了，你也自己也大了。去年回来确实是有些不习惯了，广西这边天气又晒又热。不过跟阿龙回来学习到了解到这个乡村振兴可以为家乡发展这个农业。我们有很多努力，很多付出，我们相信也会得到一些收获的。我们遇到了一个好老板，对我们也十分信任，引领着我们种满乡遍野的柚子。我们要努力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且你知道吗，就在这里能带动很多农户，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对啊，平时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在家里没事情做，但是我们这里就果园这么大，我们需要的工人比较多，所以说当地的村民都过来这里上班了，相信在我们一起努力下会发展得更好。累了没有？累了。累了我就照样送你们回去。还有啊，下次啊过来一定告诉舅舅照样的成，知道没有？对吧？拜拜。好，妈上车。拜拜。轩轩，送个东西给你。哇，好漂亮啊。明天我就送真的红色柚子给你吃啦。哦，谢谢。放好。